牛奶不进酒配方冰 VI， 药材名称重量记5公升备注，牛奶不500克，山葡萄100克，万点金200克，黄芪200克，当归2片，枸杞100克，川芎20克，冰糖150克，白酒5000克，浸泡重点一，准备5公升玻璃罐一只，洗衣净前灶。二，羊奶投水洗两次并烘前水分。三，依序加入上述药材。四，倒入 5000cc 白酒米酒，放置在阴凉处三个月到半年即可取出饮用。从中医的角度来看，羊奶头含有多种醇类、脂类和葡萄糖苷，在药理上具有镇嗨、祛痰、平喘等作用，药性属甘、微苦、偏凉，主要功用为疏风清热、消积化痰、健脾除湿，对于减轻感冒发热、支气管炎、消化不良、痢疾、脾虚、风湿痹痛等症状有所注意，对于哺乳母亲乳汁不足、妇科感染白带以及抑制肠头过度收缩以止腹泻也有疗效，外用于皮肤脓疮亦有抗发炎效果。台湾原住民常以羊奶头作为泡酒食材，客家人则拿来炖鸡汤，被视为具有消除筋骨酸痛、强健脚力等妙效。